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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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帮主文明都好安静哦，有没办法，我比较忙啊。我们公主会找时间帮我们回应的。小峰凌晨好像听说有开台啊。好，我先玩这款游戏，叫做我叫 NT2， 是玩起来像刀塔那种感觉，就玩法其实都差不多啊。这种游戏，哎，好，那我们现在来开始玩吧。然后我这个账号是已经有玩了一下，然后这酒馆可以抽东西，我们来抽个，看会抽到个英雄。英雄，啊，好吧，看起来是抽到了，看到你抽到了个垃圾啊。好，买个英雄，来一个，好吧，五瓶水。我们来去打人吧。欸，我现在先配邮件。这叫是哦，院长家丁领取成功，但应该还是招不出来。好，我们去打人给你们看一下。我先把该领的任务都领一领再说。活动有什么东西吗？活动完全没有任何东西。好，我们来去出发副本。好，我们来第一张溶洞。然后这游戏其实就有分前排坦克，然后后排输出。然后我这只可爱的牛，它是坦克。然后这只我抽到的，这只看起来很像魔将，它是打手。然后这个 Mage 是捕师，这个 Mage 是法师。然后这两个，一个是远程攻手，一个是近战战士。然后我看这两个都长得，他们两个长得好靠北啊，我选攻手好了，好 ，Go。我记得他是最早有刀塔类游戏，好像是我叫 NT 先开始。屌虐！只是你们不觉得我组合里面有个人很不合群吗？你看这个魔将，这家伙特别大只哎，然后其他都好小只哦。好，我们来两个自动战斗。啊，这游戏就是刀塔，类似像刀塔那种感觉。其实这种游戏玩法都大同小异啊。我们就让自动战斗让他走来走去。哎，这游戏出好像有段时间了。而且这个游戏好像有资源多，它好像是资源多语言版本，所以就是我在这个伺服器里面不只有台湾人啊，还有什么阿流啊，还有什么其他人都有。所以我们如果你在这个游戏你跟人家打架的话，就比如你打架，比如说你今天打个竞技场，你竞技场有可能会遇到老外之类的，就遇到中国人啊，我们去反攻大陆之类的。所以因为这游戏好像是全国，就是全国的，就是国府啦，然后有很多语言而已，所以不只跟台湾人玩而已，有其里面有很多其他人。我操，我觉得那十年有点像彭年，不对吧，我要也是这个啊，我要像也是像这个吧，这个最帅，这个有没有，这个说什么食人妖像我？对吧？他有点像魔兽角色啊，这应该是巫，这应该是那个吧，吸血鬼吧？这应该吸血鬼。可是其他生物我就看不出来是什么东西。青铜刀锋，哥哥不要只顾抢宝箱，副本还要继续打。小母牛就在前面，没问题啊，小母牛是吧？来，小母牛，我们来了。来了，小母牛，你要不要换怪物？没办法，我像怪物只有这几。哦哟 ，boss 哎，那只小母牛还有扳手，等回我。哎，小母牛在哪？哎，小母牛，哎，他好废哦，我们直接。哦，他看起来好大只，但是几废。啊，小母牛嘞？小母牛该不是这只吧？哥哥打完 boss 可以领奖，好，我来跟你去领奖，妹妹。手杀 boss， 哦，我们现在去把它撒慢哦，所以撒慢应该就是那个小母牛，啊，这是小母牛吗？小母牛，看他怎么长得这么靠背啊？为什么他俩长得这么，长得好靠背哦？
我想看，他是什么英雄啊？看一下，傻曼，智力型哦，后排输出哦。好啦，我应该不需要萨满啦，我应该不会派你上场的项目。而且你的长相我没办法接受啊，你还是乖乖躲在包包里吧，我没打算叫你出来啊。呆贼，我们要用，我要用这个猎人。我操，他名字就叫猎人欸，太靠北了吧？来来来来，装备成功，装备成功。好，然后还有什么呢？不要动啊！身心。好，哦，还没三星呢，我的牛变三星了。奇怪，我这恐惧领主是我抽到的，怎么感觉有点烂呢？感觉不怎么厉害，应该是我没有装备的关系吧，全部升级。因为要凑齐装备才可以进化干嘛的，我现在都还没有凑齐。算了，那我们继续打怪吧，先破了再说。看这游戏的，我觉得这游戏的怪物都蛮讨喜的。靠背，什么叫喷脸？怎么在游戏里？我是哪个？哎，哪有？哪里现在在游戏里啊？你说说看啊，我是哪一个？童年，我星期六订阅你，说到做到。你先回答我，今天晚上会玩恐怖游戏吗？不会，哎，应该不会啊。我等你要吃饭啊。哎，今天晚上玩恐怖游戏吗？最近工商太满了哦，可能恐怖游戏会久一点嘛。你们再等一下好不好？找个时间我一定会玩恐怖游戏的。小母牛，你说刚那只吗？你说这只吗？这只其实蛮帅气的。那意思止于你的意思是我是这只牛就对了啊，你意思是我是这只牛吗？那你就这只啊，你就这只傻曼，咦，水汪汪的大眼睛，大眼睛，大眼睛，大眼睛加睫毛，这就是紫云啊，紫云长这样啊。然后我找一个比较像我的，他可以看到里面有什么英雄。等一下哦，应该有碎片可以看英雄。咦，哪里可以找？我都是 OK，可以，可以。哦，感觉我大概就像，要长得像我的。没有不够帅，没有帅哥啊，找个比较帅的才像我。I thought you'd never pick me. 牛。哦，你这个简单明了，牛。好啦，牛。好啦，我不是那种牛啊，我好歹也是这个啊，干好丑哦，不是这个，抱歉。这游戏都没有帅一点的吗？安克斯将军，真的好靠哦！这个，我长得就是至少像这个有没有？死期瑞文有没有？哇，这大概就长得跟我差不多啊。紫云就是，等一下，我再找一下还有像谁？我刚有看到这很像摸死，哎，这个好像懒猫，懒猫，我找有没有像摸死？应该有像摸死的角色才对。哦，摸死长得这个蛮像摸死的，这个腰围，好可爱哦，摸死，肥嘟嘟耶，摸死。好了，我不跟你们吵了，我要去破关了。我要当那只猫。没啊，子瑜，你是那只是什么啊？铺路哦，你是那个啦，你是这个啦，你是这个，子瑜，你是这个。傻曼，你刚刚很可爱啊，看多么可爱呀，这个水汪汪的大眼睛，你不喜欢吗？好，我们出发。然后这游戏就做起来比较 Q 吧。然后我们现在先继续过任务。这个玩法大概就是你可以打怪，然后打完怪之后会有可以练等，然后可以升装备，然后慢慢把你的英雄变强，然后等级练高之后，就所谓的竞技场或是一些，比如说爬天梯等等的模式。很可爱吧？哦哦，
像不痛。这游戏是叫做我叫 MP2。好了，子云，你居然这么想刷存在感，我就把你呼唤出来吧。来，我们把子云叫出来。来，我们先让，等一下，哦，不用不用，我们先帮子云补点装备。好，帮子云补，好，帮子云补点装备。好，然后来，我们出发。好，我们把这个弓手换掉，换成子云。子云也是后排输出啊。来来，你看子云，子云看你多可爱，哎、欸，真的好可爱哦、喔，哎、欸，子云真的好可爱，哎、欸，真的好可爱啊、喔！各位观众你们看，我帮子云选的是多么可爱的角色，嘟嘟嘟嘟嘟嘟，嘟嘟嘟，还蛮可爱的，真的蛮 Q 的哈。然后我们是前排，我们现在是这游戏有分前排、中排跟后排。我们的前排两只，这是坦克，这是战士，然后后面三个两把一补。继续。母牛神器，母牛很可爱哦。哎、欸，这游戏怪物都长得很可爱啊，就很自赞自赞。如果各位想玩，可以过来玩。这首游戏叫做《我家 MP2》，然后晚点我会把这个影片抛到 YouTube 上。大家如果这次没看，想重看的话，想要知道怎么玩这游戏的，来我 YouTube 看我玩就会了。你看我这个操作，哎、欸，好像不需要操作，反正就是跟剧情走了。哦，我母牛放大招了，我就不让战斗加速了，让它慢慢打。哦，好大哦！紫云把我变大了，哎、欸，那个，那应该是我自己的技能了，不是紫云的技能，紫云这是应该是我自己的技能，不是紫云用技能把我变大，是我自己变大了。好，我们来打魔王，好，这个愚人萨满，什么玩叫愚人萨满？愚人部落的精神领袖，愚人萨满，龙洞最大的 BOSS 终于出现。哦，就你们还想料理我？我绝对不放辣椒、花椒和油锅，但好霸气，我们还秒杀了他吧。哦，哎，感觉我们前排好硬哦，我前排这个牛，这只牛，极烫。哎，屌虐，我变大了。哦，升级啦！好，我们第一章打完就可以打第二章。每天打副本14次会有每日任务。好，然后这就记得边玩边过任务边打哦。嗯，我再抽，然后这游戏可以抽英雄，然后等你去抽个英雄。这什么？哦，这个魔法药剂是直接，这魔法药剂可以直接让英雄增加经验的。哎，比如说我们今天点了个 MD， 然后点了个升级。再点个升级，然后就可以直接拿到药水，因为我们刚有药水，可以直接喂他经验。好，不过我们不要喂他，我们来把恐惧领主。感觉现在还不用升啦、啊，因为现在，好，把紫云升高一点啊，紫云太低等，没经验，然后继续吃。好，我来，我现在有钻石，我来抽个好。来来来来来来，天灵灵，地灵灵，给我一只三星英雄，我点。他看起来不像是英雄。GG。No， 都什么垃圾？我们去打第二章。副本，第二章废矿。好，西部荒野。好，其实这游戏前面很简单，你就一直玩，一直玩，一直玩，玩到你没体力为止，然后你会慢慢变强。等变强之后再去打竞技场吧。六龙御天我在安抚，然后这个我叫你 T2，
今天是帮忙试玩一下这游戏。其实我觉得这游戏你可以拿它跟刀塔比的话，就是我觉得它角色比刀塔还可爱蛮多的，就人物比较 Q 版啦、就如果各位有想玩喜欢玩这种类型的游戏，然后又喜欢 Q 版角色的话，其实我觉得你们可以来玩看看这个，我叫 NT2。你看它里面的怪物每个都长得还蛮 Q 的。然后至于教学哦，问我怎么玩，你们应该自己也大概知道怎么玩，就很简单，反正就照着任务走，然后玩久之后大概就会玩了，应该没什么难度。哦，这游戏原本是 LD 的、这个我就没听说了。NRNEVERDI19166， 谢谢订阅。然后基本上前面技能乱开就好了，就我现在都自动战斗，但是我觉得后面的话，玩到后面一点的话，你们的技能可能不能想开就开。就你打烂怪的时候不要开，你等打强怪的时候再开就好。来，你看，现在我们先打完，直接 all in 啊！我们来看紫云的技能，母牛技能，嘣！好像还好。然后法师技能，动。哦，这是补血，这是补血没错。然后这个是火法，这是冰法，不好意思。然后这是可以干嘛？哦，嘣！我感觉这是技能最帅。然后牛的技能是变大。就是一些很霸气的技能，但我觉得特效做的还行啊。啊，我有听说这是二代，听说我叫 NT， 本来是一代，好像是二 D 游戏，然后这我叫 NT2， 是它的续作。哦，所以母牛基本上是雷法，然后这个血法师是冰法。然后这是奶妈，然后这只是近这个魔将是近战战士，然后这只 IBT 这只拿刀的牛是坦克。哇、哦，这个冲击好飞被伤。好，我们战斗加速，然后打完的时候我们要靠近了。Go。好，我们来靠技能，来，嘣，不屑，来来来。I thought you'd never pick me。该来种温，我叫 MT 啦，真的很好看的 WOW 动画。真假的，我没有看过哎，啊，有机会再去看动画。好了，那工商时间差不多就先到这里结束啦。然后这款游戏叫做我叫 NT2， 它玩法就有点类似刀塔那种，就是该怎么说，就是平横向的那种养成游戏。如果各位有喜欢的话可以去看个，然后之后我会把我玩这游戏的这段影片放到 YouTube 上，如果各位以后还想看的话，想看重播之类的，再去 YouTube 看吧。好，工商到此结束咯，掉。